小旺，你不要脱鞋。规则是这样，打一球，只要能连续在场上，只要连续进四球，那个人就是冠军。啊，就轮着打了，就轮着打，没有篮板。然后杨承翰、周守伟，然后李定谋，然后一定有邱国璋。对，他们要报名。红色鞋子哪个？红色鞋子。红色鞋子。红色鞋子。看那个白色衣服跟紫色衣服。反正目前六个人，我希望陈汉不要马上进四球啊。先开始，我们两个先打，你们两个先打。三条。Thank you.
拍手，拍手，我要掌声。一打一冠军，这个叫。